八糟哦，行李全倒进去，小心倒哦，一只手扶住，拜托。好，那我把牛奶倒进去。牛奶我要小心，等一下。小心，好，慢，轻轻慢慢倒，轻轻的哦，轻轻的，用另外一只手扶着碗，轻轻，另外一手扶碗，轻轻搅一搅。啊，盐加进去，再搅一搅。好，啊，再搅，轻轻的搅。好热，对啊，啊，然后手要换地方，你不是只是在那里挤，手要换一个位置，再挤，有没有把空气都挤完了呢？还没，要挤久一点。好，弄得平平的。对，挤得平平的。啊，挤完了就把它放进碗里喽。我来帮你放。弄成这样以后，再压一压。你可以稍微用擀面棍。不行，我说完，拜托不要用擀面棍，你拜托把它放进去。好了啦，那已经很棒了，请你把它放进碗里吧。现在要正这一块了。谢谢你。平平的。放进来，成功了。